你好，你好，声音好，我好像出现了杂讯，哪一轨出现杂讯呢？所以是吉他哦。你要重现重弄一下。好，在这个时候我来介绍 EP 好了。 好的，没问题。OK，我们这张EP呢，就是里面有 solo 的三首歌，刚刚那首玩伴是我们这次 EP 的主打歌。然后呢，这张 P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？你刚刚是不是说一样？刚刚就是这张 P。我说有，我有说，你竟然没有听到。好，里面有一个神奇的内页，打开来之后，嘿，嘿。 可以把EP立起来，然后就变成了一个房间。耶！大家看到吗？来点掌声好了。太酷了！哎，楼上的朋友。好，对，我们表演结束之后会贩卖这张EP。我们现在一般要就回家，你们比较少来台中，但是比较好来哦。对，像跟台北比较起来，好，我们就好像。 很常吃那个公演员，对不对？每次来台都那么急，对，等下吃完马上就杀过去。如果等下表演完马上过去。然后里面除了就是有刚刚那个房间之外，里面还有一个棋盘，等一下我等一下。这个棋盘，所以这张 EP 它不只是一个音乐的东西，它也是一个游戏。然后里面我们会附一些就是。 就是立体的骰子，棋子跟骰子，可以跟你的好朋友一起玩。然后每个歌词上都有挑战，就是带领大家逐步自己的舒适圈。我们就已经开始就是实行这件事情了。我们已经开始种一棵绿豆，然后等到绿豆长到第三片叶子的时候，我们把它送给一个好朋友，祝他生日快乐。就是你知道平常不会做这种事情。而且你知道，就是种绿豆种好快。对，就是你种下去，然后隔三天就已经开始长超高的，好久没有种绿豆这件事。对对对，都忘记种绿豆原来是这么快的事情。 下一个要挑战的是在路上大声唱Crispy的歌，虽然说我们自己就是Crispy，但是其实还是蛮走出舒适圈的，对，好，那下一首歌，这是因为端午节，然后端午节的时候，我回去跟爸爸妈妈、跟阿妈吃饭，觉得有时候那些事情真的是需要被提醒才会记得，就是家人的爱那些就是你最 take for granted 你独占在半个说话，我总说不停问你，现在还好吗？有时我也不说话，是不是为了一些小事拌嘴了？却还是会在夜里发现自己还是那么想念你的表情、眼睛、嘴唇、鼻子、眉心，也许还是需要被提醒，提醒你是我心里。
着嘴巴不说话，我总是不停问你现在还好吗，有时我也不说话，是不是为了一些小事拌嘴了，却还是会在眼里发现自己还是那么想念你的表情，眼睛嘴唇鼻子的心，也许还是需要被提醒，提醒你是我心谢谢。